他在做巧克力吧？我不知道啊，说不定他有别的口味，全家没买而已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哈。刚跟我去逛全家，发现了一个新饮品，它是光泉出产的，包装上它是写优质蛋白牛乳，它是乳清蛋白加酪蛋白，然后它的价格呢，价上是写说39元。那我来喝喝看它是什么味道哦，还有我买的是巧克力口味哦。它喝起来有甜度，有半糖吧，我觉得巧克力味算重吗？我是觉得有，但是它带点麦芽的味道。每一份量是400ml，本包装就包含一份啦。那每份的热量是271.2大卡，蛋白质含量是20公克，脂肪含量是2.4公克。那它的钠含量有2，好渴哎！糖的话有37.2公克，碳水含量有42.4公克。它这边是写低脂，可是我喝起来好像全脂牛奶的 feel， 因为整体喝起来蛮浓郁的。如果单纯以调味乳品来讲，39块好像不是这么的贵。那运动完以后，如果要及时补充个乳清蛋白，好像也不差啦，只是甜了点而已。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试试看这次光泉出品的优质蛋白牛乳哦，但是我觉得真的有点甜啊。喜欢我的影片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跟我的粉丝团赞，拜拜。